全体合掌，我们以虔诚的心念向上祈福。愿世间人人放下恶念，共聚善业造福田。心香一炷诚心斋戒，共聚善业。虔诚一念中心人人诚心斋戒，斋就是素食不杀生，常养慈悲心，戒就是防非止恶，不做坏事，结善缘。好，感恩我们的师姐。